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十七个在开始。美玉，来我爬就好了，你不要爬了吧？我比较好爬。我这样子比较好爬。阿弟，我怕你掉在桌板。再叠一个。填那个没填好的，是不是？明天才会来。明天才会来吧？他先睡了吧？停啊！还要停多久啊？他要停这几天要停哪？没有啊。哎，你要走吗？直播给你啊，我们等一下我要抱神助。哈，现在还在直播？不要，你就放在那边就好了呗。不要待开，就把机器架在那里就好了。还是你要抱神助？他不能。他没办法。他等于抱抱。放进去就好了。加油了呀，晚上。
先上，我们那些，从里面那些都是明天要去进家政府，然后放，就晚一点再下。对，要等到，我们等。
新生工会员频道开播咯，想看更完整的内容请加入会员，希望能够继续支持哦。